53岁珍妮佛·罗培兹至今仍维持滑嫩肌肤以及姣好身材，完全看不出已经年过半百。然而，从她近期的社群照片中，不难发现她的发际线有明显往后退的迹象，发量与过往相比的确相差不少，引起粉丝们的担忧。据外媒报道指出，珍妮佛·罗培兹很喜欢接发，经常在出席活动时透过接发改变造型。然而，她在活动结束后会直接将接发扯下来，错误的卸除方式对她的头皮造成伤害，才会导致掉发情况越来越严重。珍妮佛·罗培兹曾尝试吃维他命养发或是涂抹生发液等方式，不过效果并没有太明显，因此他甚至想靠药物来改善这个问题。消息曝光后，网友们都感到很惊讶，也有人建议他去植发，可能才是最快解决方法呢。